我家狗有可能是想要换主人了。事情是这样，因为特殊原因，很多人认识了他们，每天都有人陪他俩玩耍。都知道好榴莲是最爱小哥哥的，总偷偷跑出来说他还犟嘴。来吧，把这个宠物防救牌带上，带上这个就不怕你走丢了，别人一扫就知道是谁家的狗了，就可以联系到妈妈了，我也能看到你在哪里了。现在在支付宝搜索撸宠就可以免费领取，还可以24小时免费咨询狗狗健康问题。别管我，我要出去玩耍了。我要去哪里了？